Ladies and Gentlemen， 年底了，一年一度的比美大赛又要开始了。今天分享四家绝美的年会礼服店铺，保证你slay全场，秒杀80%的女同事。太心机了，有心有料自制礼服。我去年年会就是穿了他们家，他家基本都是黑白色，就很有那个泥泞范，一般都是这种长款高开叉偏多，就很适合沙漏身材，若隐若现的还蛮女人味的。整体的风格怎么说呢，就是有点飒，有点优雅，大女人味十足。尤其是这件穿上去的你就是鸡圈女王。 VC 喜欢小女人的呢就多看他们家的，像这几件呢我基本上可以脑补虞书欣穿上的样子，脸上写的有钱，穿上去的你就是韩剧里面的财阀千金，性价比很高，不挑身材不挑场合，像和男票约会啊，闺蜜聚会啊都是可以穿的。自我像这件泥泥同款，它是额外加一层肉色的网纱，就能够遮住我们腰上的肉肉，开放走光。哦哟，独家定制，仙女下凡，下凡会穿的衣服。所以价格有点点贵，也更浓重，就很适合那种大公司的年会。看到这个裙子上面的金闪了吗？就好像把银壳披在了身上，年会合照的时候，你就会像钻石一样在众多女同事里面闪闪发光。哦，想起来就觉得好心机哦，真的好心机哦。他们家面料呢都是那种进口的柔纱，看着就很像9000块钱的。这种设计只露出完美的上半身，小粗腿全给你遮住了，就很适合梨形身材的妹妹。14喜欢婉婉风的千万不要错过，他家款式是绝对能够满足你的，性感优雅，大部分呢都是那种丝绒的面料，穿上它人间富贵花，民国贵妇就是你了，是他永远也触碰不到的白月光。像我之前也买过他们家几件衣服，质量是真的不错，而且就是特别的上照。哎，谁当年会一定要拍照呢？好啦，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，笔记都给你们记好了，就怕你们记不住，记得截图。